大家好，见到我 Carmen 就知道到了生活站的时间啦。话过快，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，临近中秋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中秋节活动呢？中秋节是不是都要喝下酒、吹下水、吃下东西呢？在这个人月两条鱼的佳节， MHK 有活动邀请大家一起参加的，想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开心的中秋节啊。9月10日是 MHK 中秋美食日，约定大家上来一起庆祝了。那天除了可以参观我们 MHK 录影室设备之外，还有晋升的精美小食，加上啤酒、红酒、威士忌试饮，无论是本地和进口的酒应有尽有啊。入场费都只是需要30元啫，你冇听错，是30元。快啲上嚟我哋 MHK 网店或者打嚟39558673报名留定位啦。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 BBQ 呢？话个好消息俾大家听啊！而家我哋 MHK 网店有个黑桥牌嘅产品卖咯噃。讲到黑桥牌，最出名嘅就梗系台湾香肠啦，有原味黑猪肉香肠，采用咗弹性极佳嘅黑猪后腿肉。加埋家传配料腌制而成，采用2分肥8分瘦的肉质比例，令到口感扎实有咬口。仲有两款特别口味，就是意式香草墨鱼肠和清香的芥末味飞鱼子肠。前者采用了天然墨鱼汁粉，有珍贵的营养价值。将猪后腿肉融合了新鲜的墨鱼汁粉，加上迷迭香、罗勒等等的意式天然香草，令人一试难忘啊。而后者选用了台湾东北角天然野生飞鱼子，一粒粒圆润的飞鱼子融入了猪后腿肉，每一啖香肠都有脆脆的惊喜口感啊。除了台湾香肠，还有三款大热的脆片肉干和猪肉松添。特别的是，现在上来我们 MHK 网店买两包台湾香肠，还会送多一包台湾去壳绿竹笋。如果买满500元，除了送绿竹笋之外，还会送多一个烤盘连隔热木煎，让大家可以享受滋味的台湾香肠。泰爽有主持 Matty 专程在泰国入货的泰国美食腩枕，有小型的烧虾颈枕，搭长途机去旅行就最方便啦。还有其他美食腩枕，好像炒金边粉腩枕、冬阴功腩枕，得意之余就仲好好腩噶。Matty 仲话揽住个腩枕嗰阵啊，仲会俾人有种好可爱嘅感觉添。无论送礼或者自用，都系一份好有心思嘅礼物嚟噶。好似青咖喱腩枕卖紧380元，仲唔快啲上嚟 MHK 网店买翻份咁有特色嘅礼物俾朋友仔啊嘛！节目方面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开学勤出马呢？学勤出马在上星期五暂时告一段落，事关学勤工作繁忙，就要暂别大家了。但很快会有新的赛马节目代替了，所以大家记得 keep 住留意我们 MHK 生活台啊。另外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有一个关于篮球的节目呢？之前是蓝天雪地咯，节目会讲一些有关篮球方面的新闻之外呢，还有篮球球衣和篮球卡介绍、篮球知识等等。如果是篮球迷的你们，就记得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。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朋友就来结婚呢？有的就要看看上一个星期的 Pro Talk 啦。上一集有升级婚姻监理人，解构一下邀请婚姻监理人来证婚的注意事项，以及推介特别的证婚场地，还会跟你 share 一些有趣的婚礼故事。今集时间差不多了，下星期再见大家啦，拜拜。